今天是10月26号啊，本少爷我生日，九月姐特意从山东啊过来给我过生日来了。哎呀，女粉丝看见了吗？相当有面子啊。然后还有木工、帮忙妹，然后这个蛋糕啊，蛋糕是这个虎妞啊，虎妞，我是她粉丝，我以前关注过她2年时间了，给我订一蛋糕。非常感谢，然后也是我这一路以来啊第一次吃到蛋糕的，杨姐他们之前都没有蛋糕，都是自己做的。好了，我们要正式的许愿了啊，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。痛痛，哎呀，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Good morning， 朋友们，今天是10月27日，非常冷，干涸。昨天晚上我这个柴暖也不行了，因为我柴暖加的0号油，根本就点不着，冻死了，真的冻死了。我的车里真的哪哪都是硬的，睡袋都是硬的，给大家看一眼。这个听见了吗？硬邦邦的。哇，看看，昨天晚上已经降到了-10几度了，前天晚上还是0度，结果昨天一下降到-10度。这是油桶，早上起来我就赶紧把柴油箱里的0号柴油要给它放出来，要给它抽出来。今天赶紧得换-35号的这个柴油去，不然真的不行啊，朋友们。啊，太冷了，真的太冷了。这是昨天晚上的水，已经，哎呦，还能倒出来点啊，已经结冰了，瞬间结冰了，我的。昨天拿的汽油炉和柴火炉取了取暖，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用啊。柴油已经结蜡了。什么是结蜡呢？这个状态就是跟那个浆糊似的，就跟咱们那个花生油冻了似的那种样子。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柴油抽出来呢。它比较，它现在非常非常的粘稠啊。还可以，正在往里流呢。为什么要给它抽出来？因为咱们放进35号的柴油的时候，可以再兑点0号的柴油，这样的不浪费，到时候呢就混着用就行了。要不然现在我这个油箱里啊，现在我这油箱里至少还有2/3啊，抽着抽着抽不出来了，拿着倒吧。哎呀，我的天！确实非常粘稠啊，有点像那个玉米粥似的。一会儿上祥姐的车里再抽点35号的，她的车里是35。油箱的油已经加满了，但是还是用不了柴暖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油管里的油还在冻着呢。
所以要等到油管里的油化开之后采暖才能用。现在车里已经生了三个火了，一个汽油炉，一个煤气炉，一个柴火炉。这个是咱们水箱和气舱里的温度，还是在负五度呢，零下五度。现在外面现在已经是零上五度了，但是车里也是十九度了。然后但是你看啊，这种柜子里边，柜体里头，还有包括就是最下边啊，床体下边或者怎么样的，它的温度还是在零下啊，必须要等到差不多五度的时候，应该油管里的油就化开了。哎，咱们开开柴暖试一试。哎呀，95，哎，有戏有戏，要化开了啊，化开了。我现在车里的温度已经达到了55度了，然后这是气舱的温度，1.4，这是水舱还是-3度呢，-3度。还是啊，这三个炉子啊，三个炉子一起点。好像还是不行啊，现在百分比又掉下来了，燃烧比现在又变成25%了，掉下来了。哎呀，努力努力努力，零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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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完了，没戏了没戏了，我靠，这啥时候能化开呀？ 2 hours later， 哎呀，终于好了，现在你看啊，燃烧比99%， OK 了。我现在车里看见吗？45度啊，终于化开了，终于化开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现在我要把这个水箱的问题解决了，水箱现在还冻着呢啊，水泵、水管、水箱都冻着呢。然后一会儿从这边伸一根管子进去。今天吃烤串儿，兄弟们看见了没有？飞天，你就跟这儿要饭呢？飞天，给我哪放啊？小烧烤走起来了啊！-5度，外面烤着小烧烤。大金链子，小手表，一天三顿小烧烤。看看这边，一边烧烤一边工作，大家都非常敬业啊。这是一个主播基地了，现在，哎呀，都是一些著名的大网红啊。哎呀，这两天怎么了？香姐的柴暖又坏了一个，然后昨天晚上还发大水了，香姐的水管都被冻开了，跑水了。然后他自己今天早上起来简单的给他弄了一下，我说不行，他说行，这死孩子犟种。先不管他了，先管他这个柴暖吧，应该是不过油了，因为开机的时候尾气这边不冒烟，说明这个油现在进不去，进不到机子里。咱们现在检查看一看。哎呦，油泵没在这边，在那边看看。躲开，别咬我的床垫子，都咬坏了你这傻东西。这是油水分离器，然后把这个盖儿打开了，刚才的油全流下来了。现在重新泵一下油，看看油能不能过到这儿。如果这儿低油的话，就说明这油啊，至少它能过来，也就是说从油箱到油泵它都能经历。现在油泵开始工作了，正在泵油。问题找到了，是这边不漏油。看看这个取油针，这个管儿，按说应该是往下流油的，现在不流。这个油箱的油是满的，这边就流，这边就不流。想姐装了两台柴暖。朋友们，取油针拿出来了，拿出来的时候就这样。那你说这个油管它能有油吗？它是这么平着的，它并不是。对呀，你放在油箱里，它是这样的，它怎么取油啊？那就是拧，原来是这样的呗，原来不是
朝下的那儿。它不应该是朝下吗？我说你那边不是朝下的，是你拧螺丝的时候给人家拧起来了。不是，我再怎么拧螺丝，它也是这样拧啊，它也不能。不就是这样吗？没呀。它就这么取的油吗？这么样的吗？这样。对啊，然后原来它不是垂直的，那天拧螺丝紧螺丝的时候给它拧翘起来了。好了，现在开开机了，测试一下。怎么样，香姐？燃烧比上来了吗？上来了，99%了。哎呦喂，行了，那没问题了，正常了，这不是吗？